大家好，我是瑜伽老师沈丽文。这次非常荣幸的能够与高一长照所姚清腾教授团队合作研发了一套非常适合高龄长者参与练习的能增肌、延缓失能的高龄椅子瑜伽。透过椅子稳定的特性，让长者在安全的环境下，透过椅子坐在椅子上，或是以椅子为辅助进行运动。本套课程分为暖身、坐姿肌力强化、瑜伽伸展、站姿平衡训练、缓和，共五个部分。这套瑜伽课程能够强化肌力，舒展筋骨，放松紧绷的肌群。我们希望能透过这套和缓且有效的瑜伽练习，提升长者的体适能，促进生活品质，同时也让长者们能够感受到身心灵结合的美好。不多说，就邀请您与我一同来感受瑜伽的魔力吧。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暖身的部分。暖身的主要目的，为了防止运动伤害，透过简单的伸展，提高肌肉与血液的温度，增加关节可动性、弹性以及柔软性，使肌肉、关节、骨骼各部分的功能皆达到适合进入运动的状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进行暖身运动咯。当我们开始进行练习时，请您坐在椅子上，我们让我们的臀部坐在椅子三分之二的地方。坐下时要保持背部挺直，双脚脚底要平稳踏地。如果双脚脚底无法踏地，可用瑜伽砖辅助双脚平稳踩踏。回到稳定的坐姿后，慢慢的调整呼吸，深深的吸，慢慢的吐，让呼吸伸长，同时稳定。不要急，让我们的身心准备好，开始进入瑜伽练习。好，我们慢慢的准备侧弯，请你把你的右手往上举高，好，扶着我们左边的耳朵，吐气，让我们的头往右侧拉长，吸气，头回来，吐气，放松右手。好，回到腿上，换边，左手举高，扶着右边的耳朵，吐气，让我们的颈部往左边侧弯，吸气，再慢慢的带回来。我们再一次左手放回到腿上，把右手再往上举高拉长，扶着左边的耳朵，吐气，再一次拉长我们左侧的颈部。你可以慢慢的加深，吸气回来，换边，好，吐气，我们把左手举高，再一次扶着右边的耳朵，加深右边颈部的伸展。吸气，慢慢回正，准备肩部肌群的伸展，把肩膀轻轻上提，吐气往后，再吸气往后转，慢慢的连续，尽量把你的圈圈给画大。对，很好，去感觉一下肩膀的伸展，很好，我们延续哦。好，最后我们把肩膀留在后方，好，吸气从后面转回来，吐气下，对，一样连续，非常好，保持稳定的坐姿，好，让肩膀持续的伸展，很好，来，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带回来了，吐气放松。接下来猫背伸展，两手往前，食指互扣，反掌向前推，吸气手往上，吐气拱背，我们要连续八次，吸上来，吐气拱背，好，再三吸，往上，背拉长，吐气，拱背，四吸，吐气，拱背，五吸，吐气，拱背，六吸，把脊椎延伸，吐气，拱背，很好，最后两个吸气上来，吐气，再拱背，最后一个咯，往上吸气，吐气，
拱背，准备还原咯。好，请你把两手往上，慢慢的把双手打开，抓住的椅子两侧，我们来做原地踏步。好，举高左脚放下来，举高右脚放下来，再一次左脚放，再一次右脚放，准备加快咯。左脚抬，吐气放，右脚抬，吐气放，加快，一二，加上摆手，四五六七八九十，手往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手打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慢慢的放松，双手回到大腿上，脚踩稳，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二部分，坐姿肌力强化训练。人体肌肉的功能是日常生活必须的能力，例如走路时要用脚的肌力来支撑，吃饭、写字、拿东西等等都需要手部的肌力来执行，维持身体的姿势、快速移动身体等等则需要全身性的身体肌肉配合与运作。适当的肌力训练可以有效增加身体的肌肉量，能够避免因缺乏运动与退化形成的肌肉萎缩现象，防止肌肉的流失，同时还能够延缓身体的老化，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同时也会让我们的精神更好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行坐姿肌力训练。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二头肌弯曲伸直，保持双手左右两边握着水平，双手打直平举至肩膀的高度，两手轮流曲肘向上，每一边各八次，尽量让我们的拳头能够靠近肩膀的位置，不耸肩，尽可能的要让手肘与肩同宽，同时保持稳定的呼吸，保持脊椎在拉长，我们连续哦。可以的话维持手肘再往上抬高，最后一次慢慢放下你的双手。接下来是三头肌伸展，我们把两手再一次往上高举过头，弯曲手肘，一样重复八次，吸，吐气放下，二吸，吐气放下不耸肩，三吸，吐气放下，四吸，吐气放下，五吸，侧身拉长，吐气放下，六吸，吐气放下，最后两个吸气，吐气放松，最后一个吸气往上，吐气慢慢的放下来。请你将你的双手的水平放回到地板，再把双手放回大腿上。接下来我们来做划船阔背肌，将两手握拳向前伸直，向后拉，扩胸往前，好，吐往后，吸往前，吐气往后，吸吐，保持呼吸，吸吐，保持呼吸，吸气吐气，很好，慢慢的把我们的双手往下准备放回到地板。接下来我们来做单脚抬高，慢慢的把双手呢，请你抓住你的椅子两边，将我们的左脚轻轻的往上抬高，吐气放下来，右脚抬高，吐气放下来，左脚抬高，吐气放下来，右脚再抬高，吐气放下，准备停留，左脚再抬高，停留，保持你的背部拉长，尽可能的让大腿前侧再往上提，呼吸，不耸肩，
准备换边咯，慢慢的把左脚往下放回地板，举高右脚往上，同样的再把右大腿再往上提，保持脊椎拉长，不要让你的下背部整个挤压在你的坐骨上，所以请你把胸口再拉高，慢慢放下你的右脚。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我们动作加深，再次抬高左脚，可以的话试着把左脚往前伸直，一样保持停留，如果这个高度太高了，可以轻轻的再往下放低一点点。三二，准备换边，一吐气放下来，换脚，我们再把右脚往上抬，把脚跟往前踢，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右脚维持在最高的地方，呼吸，再稍作停留。三二，好，一弯曲你的右脚往下放回到地板，接下来呢我们要做髋外展。好，请你再一次把你的双手抓到你的椅子两侧，把左脚再往上抬高，慢慢的往外吸气，再把右左脚带回来，吐气往下踩，换边，右脚往上抬高，吐气往外打开，适应一下，吸气带回来，吐气右脚往下踩，加深咯，再把左脚抬高，吸气吐气往外打开，在这边稍作停留，尽可能让大腿外旋，从髋部的地方伸展。二一，慢慢吸气，左脚回来，吐气往下踩平，换边，右脚抬高，大腿外旋，让髋外展，保持你的呼吸，不要让身体垮一边，两边的坐骨往下坐稳。三二一，吸气回来，吐气慢慢的放松。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握力的训练。好，请你将手边的球轻轻的拿起来，我们从左边开始，请你把球交给你的左手，把你的手往前伸直，先把十个手指头打开，吸气吐气，用力的去握住你的球，尽量去找到你的手指间末梢的力量，好，让你的上手臂也能够感觉到用力。好，慢慢的放松，换边，我们把球交给我们的右手，往前伸直，手指头张开，吸气吐气，用力的握拳，对，去感觉到呢我们的手轻轻的要扎入我们这个球的那种感受，非常好，手臂的力量要启动哦。好，慢慢的松开，吸气，好，吐气，再把我们的球放回到地板，回到稳定的坐姿，双手放大腿，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部分瑜伽伸展的练习。瑜伽主要是一系列修身养心的方法，瑜伽能提高免疫力，调节身心系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内分泌平衡，让内在外在充满能量。练习瑜伽时，透过呼吸以及简单易懂的动作，能加速新陈代谢，排除体内废物。瑜伽能增强身体的力量和肌肉的弹性，让四肢均衡发展，使你变得越来越开朗，有活力，身心愉悦。瑜伽能预防以及舒缓各种身心相关的疾病，像是头痛啦、腰酸背痛啦、肩颈的问题啦、失眠、消化不良等等，透过瑜伽的拉筋伸展都有显著的改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瑜伽的美好。保持稳定的坐姿，双手合掌在胸前，让双脚踩稳，慢慢的将呼吸带进来，深深的吸，慢慢的吐，吸气的时候让呼吸带到头顶，吐气的时候让呼吸回到坐骨，停留。我们来准备拜日式的练习。好，我们吸气不动，吐气手往前，吸气手张开，吐气前弯，
吸气，把身体带上来，手合掌，吐气，双手回到胸前，原地不动，吸气，吐气，手往前伸直，吸气，手张开，扩胸，吐气，前弯，把背部拉长，吸气，身体再带上来，手合掌，吐气，双手回到胸前。第三次，吸气不动，吐气，让手向前延伸，吸气，双手打开，吐气，在前弯，把背部拉长，吸气，身体再带上来，手合掌，吐气，回到胸前。我们还有三次哦。吸气，原地不动，吐气，手向前，吸气，再把手张开，吐气，前弯，让背部拉长，吸气，身体再带上来，吐气，双手回到胸前。第五次，吸气不动，吐气，两手往前伸直，吸气，手打开，扩胸，吐气，持续让背部延展，吸气，两手带着身体上来，合掌，吐气，回到胸前。我们最后一次，吸气不动，吐气，两手向前，吸气，手张开，吐气，前弯，吸气，再把身体带上来，手合掌，吐气，双手回到胸前，慢慢的停留，将双手放回到我们的大腿上，调整呼吸。请跟着我一起将你的毛巾拿起带到背后，好，双手在背后握住毛巾，把肩膀往后转开，我们做三次，吸气，先把手臂拉长，适应一下背部的感觉，吐气，放松。第二次再吸，拉长，拉直，吐气，再放松。好，最后一次我们要停留咯，慢慢的把手臂延伸，在停留的时候不要忘了你的呼吸，同时把脊椎延伸，肚子微微的收紧，去感觉你的背部跟手臂的伸展。好，慢慢松开，把我们的手往上，好，轻轻的把你的手臂带到背后，再将下方的手带到后方，两手扣在一起，好，让两个手肘微微的往中间收，一样在这边我们做停留，不要急，保持稳定的呼吸，深深的吸，慢慢的吐，我们准备换边，好，小心的把我们的手松开，好，将你的右手再慢慢的往上，对，很好，好，弯曲手肘，再将下方的手肘带到背后，让两手扣在一起，一样伸展，把两个手肘往中间集中，让你的坐骨回到椅子上，保持呼吸，深深的吸，慢慢的吐，停留，去感觉背部的伸展。我们要准备回来咯，轻轻的，好，把我们的手松开，很好，慢慢的下方的手也松开，好，将我们的毛巾再放回到地板上，我们就要接下来接下面的侧弯，再一次让我们的双手放回到大腿上，深深的吸气，好，两手轻轻的抓住你的椅子，好，请你跟着我一起把你的右手往上举高拉长，吐气，慢慢的往左边侧弯，去感觉右边的侧身被拉长，要注意的是左边的肩膀不要耸肩哦，一样停留的时候保持呼吸，不要憋气，让肩膀再放松，慢慢带回来，吸气，吐气，手放下来，抓着椅子保持稳定，换边，吸气，把左手举高，吐气，让身体往右边侧弯，
我们要随时观察自己，我们右边的肩膀有没有耸起来呢？轻轻的放下来，可以的话再慢慢的加深。重要的是还是要把你的双脚给踩稳哦。好，慢慢的再带回来，吸气，回到中间，手抓住椅子，很好，再把双手放回到大腿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扭转，请你再把双手轻轻的抓住我们的椅子。好，身体呢转向左边，左脚转过去，右脚也跟着转过去。好，再将两只手轻轻的往后抓到我们的椅背。好，从这边先把脊椎拉长，吸气，吐气，扭转向左后方。好，让我们的脊椎延伸，再慢慢的把左肩向后去伸展背部的肌群，再慢慢的把我们的眼睛带回来。很好，准备换边咯，小心的手抓住椅子，把脚收回来。好，我们换边哦，再把我们的右脚往右跨，左脚呢也往右跨。好，确定我们两边的骨盆都坐稳了，再把两手轻轻的抓住我们的椅背，吸气，再把脊椎拉长，吐气，扭转向右后方，慢慢的转动。好，去感觉我们身体的扭转，肌肉的扭转，没有憋气哦。好，慢慢带回来，吸气，小心的让手扶着椅子，再把我们的脚一只一只收回来。好，让两边的臀部稍微移动一下，再将双手回到你的大腿上，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做椅子式，双手轻轻扶着椅子，脚踩稳，吸口气，吐气，慢慢的让身体往前拉长你的背。如果说呢，你有血压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头呢低于我们的心脏，保持身体的稳定，去感觉背部拉长，同时感觉坐骨回到椅子。可以的话，慢慢的把两手再往上举高，尽量的呢让我们的双手带到耳朵两边。当然如果说你感觉到手抬高会不稳定的话，我们就慢慢的再将我们的双手呢回到我们的椅子上，停留，慢慢的把手打开，再轻轻的抓回椅子，吸气，把身体带上来。好，吐气，再把我们的双手放回大腿上，让双脚并拢，椅子式扭转。再一次将你的双手抓住椅子，吸气，吐气的时候把身体慢慢的延伸跟拉长，伸直你的右手，扭转到左边，我们让右手放在你的左脚外侧，然后让我们的右手呢托住我们的脸颊，左手来叉腰，从这边慢慢的把左胸轴转上来。你的眼睛呢可以往前看，我们也可以往上看，停留，去感觉你的呼吸，一样要让我们的臀部坐稳，脚踩稳哦。我们要准备换边咯，手抓住椅子，慢慢的吸气带回来，两只手都抓着。好，吐气带上来，换边，再一次吸气，把背拉长，吐气，再让身体慢慢的向前举高，我们的左手扭转到右边。好，让左手顶在右脚外侧，手轻轻的托着我们的耳朵，再把右边的胸口慢慢的转上来，动作不要急，要让呼吸稳定，然后去感觉我们的臀部是稳的，感觉我们的双脚是稳的，很好。慢慢的我们要准备回来咯，请你将你的右手抓住椅子，让身体带上来，左手也抓住椅子，不要急，慢慢吸气，身体上来，再把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停留。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英雄式加侧三角式。好，双手轻轻的抓住椅子，把你的左脚往外打开。好，让你的右手放在你的椅子中间，再把你的右脚往后保持伸直。我们先让臀部找到稳定的位置。好，感觉脚踩稳了，再慢慢的把两手往左右张开。好，如果你在这边感觉你的左脚没有办法呢往下踩稳，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脚下方放一个砖块。
很好，停留。好，慢慢的把身体往左侧拉长，让左手放在大腿上。好，稳定了，右手举高延伸，再慢慢的试着让你的右手靠近耳朵。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眼睛可以往上看，那当然你也可以往前看就好咯。不急，我们准备换边，把我们的右手举高，我们先轻轻的抓着椅子，再把身体慢慢带上来。好，小心的稳定之后，把左脚收回来。好，右脚收回来，先坐稳，不要急。好，接下来把右脚往外打开。好，手抓好椅子，再把左脚向后拉直，一样可以稍微的挪动一下臀部，找到稳定的感觉。好，让身体摆正拉长，再把双手往左右延伸。很好，在这边去感觉你的脊柱，你的脊椎向上拉长。非常好，停留。好，慢慢的吐气，让身体再往右边侧弯，把右手放在大腿。如果你觉得右手放大腿不稳，你也可以轻轻的扶着你的耳朵。再让我们的左手延伸，向耳朵的方向再拉长。准备回来咯，慢慢的我们将我们的左手举高，先抓着椅子，不急，下一个吸气再慢慢带回来，小心的让右脚收回来，左脚收回来，再一次保持打开骨盆的宽度，双手放回大腿上，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大腿后侧伸展，我们再一次拿起毛巾，好，深慢的伸直你的左脚。好，让两手往前，好，让我们的毛巾扣住脚底，吸气的时候把背部拉长挺直，然后我们在这边做停留，尽量的把背部延伸，尽量的伸直我们的左脚勾起来。好，可以的话慢慢的弯曲你的手，好，让我们的动作再加深，让身体呢再更靠近我们的左脚一点。在停留的时候不要忘了呼吸哦。好，吸气，我们把头抬起来，吐气，小心的让我们的手离开，坐正了，再把左脚收回来，换边伸直右脚。好，把身体往前，再一次用毛巾勾住脚底，吸气，把背再拉长，抬头挺胸的感觉，伸直我们的右大腿前侧。一样停留的时候不要忘了呼吸哦。好，慢慢吐气，加深弯手肘，让我们的身体呢再往右脚的方向多靠近一点。如果你觉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再回到刚刚，把上半身挺直就好。准备回来咯，吸气，头抬，好，把身体带上来，吐气，再把我们的右脚还原。接下来我们要做单脚抬起。好，请你再一次轻轻的把左脚抬起来，再用毛巾勾住脚底，不要急，我们先让我们的左脚到90度就好，不要急着伸直。一样抬头挺胸，把背尽量的挺直。好，可以的话我们再慢慢的准备把我们的左脚呢准备伸直咯，往上踢。很好，一样保持我们的背挺直。如果呢你会因此而驼背，那我会建议呢我们可以再把我们的双脚再回到90度就好。慢慢放松，弯曲左脚，让手离开，左脚回到地板。准备换边，我们再将我们的右脚轻轻的抬起。好，毛巾呢勾住脚底，再一次让我们的右脚来到90度，我们把背部再轻轻的上提拉长，保持你的呼吸。好，去感觉一下你的身体，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试着再把右脚往上踢直，但是要保持我们背部的挺直哦，不要驼背，同时要保持呼吸，去感觉你的右脚后侧腿筋的伸展。准备还原了，慢慢弯曲右脚，手松开，回到地板。好，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毛巾放回到地板上。接下来我们来做鸽子式，我们从左脚开始，请你把左脚像翘二郎腿放在我们的右脚上，
两手轻轻地抓住椅子，吸一口气背拉长，吐气前弯，尽量让胸口靠近小小腿。好，如果你还可以的话，就把两手呢轻轻地抓住我们的小腿。但是如果说觉得这样子太多了会不稳，我们可以再把我们的手慢慢地打开，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椅子上做停留。吸气，把身体带上来，手抓住椅子，再把身体带上来。好，脚松开，换边，再将我们的右脚跨在左脚上，背拉长，吐气，再前弯。好，让脊椎延伸，双手轻轻地抱住小腿，或是维持抓住椅子就好，去感觉身体的伸展。慢慢地停留，不急。准备回来咯，双手抓住你的椅子，吸气带上来，吐气把我们的双脚踩回到地板，双手放回大腿上，保持呼吸。接下来我们将进行课程第四个部分，站姿平衡的训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肌力、平衡能力、关节活动度以及柔软度都会逐渐的下降，这些都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却也是造成跌倒的主要原因。而在众多跌倒的危险因子中，步态不稳和平衡感不良是最常见的跌倒的因素。想要预防跌倒，身体平衡感是否敏捷，快要跌倒时是否能够快速反应，对于防止跌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好的平衡感能够预防跌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下肢的训练增强平衡感，让我们一起走得更远。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站姿下犬式。好，慢慢的转身向右边，双手轻轻的扶着我们的椅背。好，保持背拉长，脚踩稳。好，接下来慢慢的往后走两步，先让膝盖微弯，打直你的背部。好，如果说呢长者有血压或是晕眩的问题，可以保持下巴抬高，背部的伸展。接下来慢慢的伸直你的双腿，做停留，去感觉你的背部以及后侧腿筋的伸展。调整呼吸，深深的吸，慢慢的吐，弯膝盖，慢慢准备回来，再往前走，把身体带上来。接下来我们来做脚跟上提，保持脚踩稳，手扶着椅背，吸气把脚跟轻轻的踮起来，吐气轻轻的放下来。我们再一次吸气，脚跟在上提，吐气再慢慢的放下来。接下来要停留咯，吸气把脚跟上提，我们把臀部轻轻的收起来，同时维持大腿往上，把背挺直，脊椎拉长，停留，保持呼吸，再慢慢的把脚跟落下。接下来我们来做脚尖勾起，吸气把脚往上勾，吐气踩下，再来吸气往上勾，保持背直，吐气再慢慢的放下。最后一个停留，吸气再往上勾。好，把脊椎拉长，去感觉我们的手的重量没有完全的落在椅子上，把脊柱延伸，保持呼吸，慢慢的再把我们的脚跟回到地板。好，脚动一动，松一松，我们慢慢转身回到前方，站姿抬膝。好，让右手轻轻的抓住我们的椅子，左手叉腰，吸气慢慢的把左脚膝盖抬起，让我们的膝盖维持在肚脐的高度。好，保持你的右脚往下站稳，停留，再慢慢的将我们的左脚往下放回地板。好，我们换边，转身向后。好，让我们的左手轻轻的抓住椅子，左脚踩稳，再把我们的右脚轻轻的往上抬起，一样哦，保持我们的膝盖在肚脐的高度。
让左脚的大拇指脚球往下，同时让左脚的大腿往上提，背部拉长，停留。不要急，保持呼吸，慢慢的把我们的右脚放下。好，我们再慢慢的转身回到前方。接下来是髋外展，再一次让我们的右手扶着我们的椅子，把左脚往上抬高，慢慢吐气往外打开。很好，停留。我们不要翘屁股哦，把尾骨拉长，一样让我们的右脚保持踩稳，感觉身体的稳定，把左脚收回来，轻轻的往下放回地板。好，转身再一次向后，让我们的左手轻轻的抓住椅子，右手叉腰，让左脚踩稳，再把右脚轻轻的往上抬，吐气，再把右脚往外打开。开展的宽度呢，就依照你自己可以做的范围就可以了。一样停留呼吸，慢慢吸气收回，吐气放下。好，我们再一次转身回到正面。接下来我们来做竖式。好，再一次让我们的左手叉腰，把左脚再轻轻的上提。好，用我们的左手抓住我们的脚底，踩在右脚内侧。好，先感觉一下身体的稳定，还可以的话把左手往上举高拉长，保持右边的肩膀放松，不要耸肩，重点在训练我们的平衡。慢慢的停留，准备换边，让手下来，脚轻轻的回到地板。好，我们要再一次转身向后咯。转身向后之后保持踩稳。好，再一次把我们的右脚抬起，手抓住我们的小腿，然后把我们的脚底踩在我们的左脚上。稳定了之后，再试着慢慢的把右手向上举高拉长，如果会感觉不稳，可以把我们的右手放回到我们的侧腰即可。停留。好，慢慢的让右手下来，右脚下来，再一次转身。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椅子前方，站姿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将进行课程的最后一个部分，缓和运动。缓和动作主要的目的是修复运动后的肌肉，降低肌肉的温度，舒缓运动后产生的肌肉酸痛，加速运动后废弃物质代谢，让血液和缓地回流心脏。在课程的最后，就让我们以最放松的心情进入缓和运动的练习。让双臀坐在地板，让双脚脚底相贴，吸气之后吐气，慢慢的前弯，舒展我们的下背部跟我们两边的臀外侧，保持呼吸，不要急，慢慢吸气，把身体带回来，吐气，放松你的双脚，往前轻轻的动一动。接下来我们来做侧弯以及扭转，再次让双脚交叉，双手放在地板，吸一口气，把背抬高，吐气，伸直我们的右手往上，让身体往左边侧弯，微弯你的左手，让右边的侧身保持拉长，同时停留呼吸，不要急，慢慢吸气带回来，准备换边，右手回到地板，将左手举高拉长，吐气，让身体往右边侧弯，微弯你的右手，让左边的侧身慢慢的再加深，准备回来咯，吸气慢慢带上来，吐气，左手回到地板，扭转，右手放在大腿上，让我们的左手往后，吸气背拉长，吐气扭转向左后方，以脊椎为轴心，慢慢的把肌肉转开回来，吸气换边，吐气，左手放在大腿上，再把右手往后，慢慢背拉长，吐气扭转向右后方，停留，
准备回来咯，吸气带回中间，吐气，我们转身侧边，慢慢的躺在我们的瑜伽垫上，让双脚弯曲，双手环抱小腿贴回胸口，可以慢慢的放松下背部。接下来把膝盖倒向左边，让右手画一个大圆，扭转向右，保持呼吸，去感觉右边的肩膀放松。准备回来咯，吸气，右手画着圆路回来，把膝盖再抱回到中间，放松一下你的背。准备换边咯，让膝盖倒向右边，右手按着膝盖，左手从头顶上方画一个大圆，让左肩慢慢的回到地板，让身体放松，紧绷的肌群放松。准备回来咯，吸气，左手画圆回到右边，抱着膝盖回到中间，再摇一摇，动一动。我们要准备回到大休息咯，让双脚慢慢的往下伸直，脚尖放松，双手掌心朝上，指尖放松拉长，慢慢的让身体的重量回到地板，让你的呼吸伸长稳定，把所有刚刚感觉到紧绷的肌群我们都释放掉，透过呼吸心放松，透过呼吸让你的腹部放柔软，感觉到没有压力的休息，感觉到你的大脑都是非常放松，呼吸也是放松放慢的，深深的吸，慢慢的吐，让呼吸的感觉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越来越沉。